一班佳丽在星期一云集在 TVB 电视城门口参加香港小姐竞选2024的首轮面试，当中不少人都大有来头啊。现年23岁的 Annie 特地由温哥华回香港参选，骤眼看就似翻版吕慧仪了，她就说参选港姐是她的梦想。至于24岁的 Tracy 同样来自温哥华，她曾经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，拎到第二名和最上镜小姐，她就直言最想回来香港发展了。而目前年纪最小的17岁 Asia 是中美混血儿，她不单止身穿白色低胸裙上阵，入面更穿了红色比基尼，果然搏到尽了。至于这位26岁的佳丽，骤眼看和 TVB 当家花旦何依婷都几似样噃。她任职广告统筹和主持，平日喜欢在社交平台分享个人照，经常穿吊带裙，还有不少三点式泳衣照添啊。我们一起来看看还有哪些佳丽特别抢眼啊。什么名字？嗯，Coco。